想守护。我答应他不哭的。我在这里。亲爱的，有我在你身旁，感觉到吗？无论有多少的风，我们一起闯。秋冬春夏，承受了无尽的伤，不再迷茫，曾经的苦痛都过了，寻找存在的意义，直到遇见你。我是如此代表整个教会，然后预备了这个要给你。我们把它打开来看的时候，打开的时候你自己看的是什么？哇！这一个礼拜，彤彤有一次崩溃的时候，他说：“我跟晨晨还没有拍婚纱照哎。”然后，所以我们就在想：“哎，那我们来帮你。”对，还有哈鲁，我们在想说：“那我们来。”来想办法合成一张，结果没有想到，在我们这个意念出现的时候，就看到了刚才送给家人的那幅画，那个马来西亚插画家。于是我们跟他联络上，跟他说，请他画这一幅。没有想到他自己也说他有这个感动。哇，这一家，这一切就是上帝最美好的安排跟印证，而且。他不知道你们完整的故事，但是请你看这边有什么数字。77传奇，哇，太不可思议，太不可思议了！没有，我们完全没有打 pass 给他，完全没有。所以，你跟晨晨现在有结婚照了。这个画家非常的用心哦，帮我们放个结婚进行曲，完全知道，就是你跟晨晨的故事，然后他用了很短的时间就完成了这幅画。而且他还做，他这个是马来西亚很古迹很重要的一个景点，然后就是要为了要让你们完成在古迹的这个婚礼，他就画了这幅画要送给你，真的是很感谢这个插画家，他叫林心颖，我们给这个插画家一个感谢，谢谢心颖的爱。答应我不再哭泣，你已走进我的生命，就让我一生守护你，我在这里。亲爱的，有我在你身旁，感觉到吗？无论有多少的风雨，我们一起闯。秋冬春夏，承受了。